原来这许家还有这么多的过往呢。我觉得许家一定对我们有所隐瞒。这两起案件，死亡现场留下的铜钱，一定和许小姐的生母柳氏有关。许老爷和许夫人做贼心虚，误以为是冤魂索命。我们将计就计。英雄所见略同，只是可能太过于冒险。 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呢？快说。我曾在许小姐那儿见过过世的许大娘子的画像。我们俩……那需要把这个事儿跟许小姐说吗？先瞒着她，我怕她关心则乱。还有一个问题。 谁来办啊？我来吧。不行，那这凶手连杀两个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一看就是个高手啊！我觉得还得是我们里面武功最高强的那个来办，这样才比较安全。对。哎呀，我吗？ 你真的觉得谢兄可以扮许夫人啊？他们两个能相信吗？如霜，你看我穿成这样，行吗？行。少爷，我们今天有鱼吃了。鬼啊！鬼！是我。 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不是说这个，像不像？啊。嗯。我觉得还差点什么。啊？还差什么？ 纯真自驾一点，就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你这样的女鬼，我愿意被她纠缠一辈子。油嘴滑舌，土狼。 小莹妹妹，妹妹，小莹妹妹，妹妹。
大家快进来，快！八枚铜钱。他是谁？谁要害你？我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恩将仇报，我知道错了，姐姐。姐娘，我知道。夫人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说的那个人，是不是许清梅的母亲？是的。报仇了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花娘娘的诅咒。从一开始你就知道，是刘氏的鬼魂来复仇。他先杀了何达和孙博，然后就轮到我们了。姐姐，我看到铜钱跟白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回来了。娘，知道错了，娘，你饶了我。我求求你，你当年究竟做了何事？老爷，家里什么都是夫人的，下人都只听他的。这刘氏仗着他娘家，总是对我指手画脚的，镇上人都当我是吃软饭的，说我是靠着他刘家才翻身的。我呸！老爷，要不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毒死。是老爷给我的药。你简直狼心狗肺。娘，你怎么会杀人呢？你是不是糊涂了呀？看来何达手里的铜钱是你拿走的。我不想让人想到姐姐。